办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亚洲乐势力治标新歌排行榜啊！上星期的十首治标新歌，不知道有没有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呢？我就知道有几首歌已经稳坐在 Top 5位置好几个星期了，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继续 keep 住这个王者地位呢？一起看看第十六期治标新歌排行榜第五位，刘心最爱第一周上榜拿到第五位。第四位苏打绿，我好想你，第十六周打入治标新歌排行榜，守住第四位嘅。我还任记忆盘旋。第三位王铮亮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计计先，已经六个星期了，是稳守第三位。第二位陈楚生，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上榜已经十二个星期了，今次不居亚军啊。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。至于第一位就是张靓颖，微笑以后第一周上榜已经是拿到冠军了，恭喜晒张靓颖。恭喜晒呢五首入围嘅歌曲啊！你哋得到咗广大乐迷嘅认同啊！今个礼拜咧，我哋又会有五首嘅治标挑战歌要加入战团啦噃，唔知佢哋可唔可以打入 Top 5位置啦？亚洲乐势力本周五首治标挑战歌有 Rubber Band 是时候，杨乃文未接来电。黄力欣降落伞，陈绮贞 Peace and Revolution， 陈启泰 I Miss You So， 我昨天爱你，明天还爱你， Your memory just won't let go。 相信大家都一定经历过。